建议调查一下曹一任公司广厦好租的产品背景，以及各种融资状况。如果你忙的话，我就不打扰你。等等。睡觉吧。我想先问你个问题。明天再问。不行，不问我睡不着。哎呀，又死了。对手看起来很专业啊。快了快了快了，马上打完了。嗯，哎，死了，马上啊，输了吧。没呢没呢没呢，打龙了，不敢了。我够不到，我够不到。谢谢啊。上吧上吧。你该死了吧？还没呢，马上打大龙了。最近是不是偷偷背着我干了点什么？干什么？没有啊。我怎么听说有些人在自学法律，要当律师啦？没有。有什么不懂的，为什么不问我呢？你呀，先管好你自己吧。瞧不起人。
我想帮你，帮你早点完成自己的计划。但是我们专业上相差太大了，我还没有狂妄到可以不了解你的领域就对你指手画脚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什么为什么？这难道不是我应该的吗？你以后有什么不懂的，你都可以问我。我不想从别的女人那儿知道我老公在干什么。我跟李泰绝对没有不正当的接触。哼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你呢？为什么喜欢我？你不知道啊。我呢，我喜欢你这里，还有这里。这里我能理解，这里为什么？我觉得你这个人内心特别的干净简单，而且你还特别的勇敢善良。我已经见过好多好多的坏人了，我觉得能保持内心的这份纯净特别难得。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。